欸，小叶怎么办？你还要满砖吗？还是一把就好，留点给草神。抽满，那我先把你换好不好？武器我拿手的啦，300把你搞定好不好？猫猫是未来人，从2045来的。这次武器需要反向，冷静大干姐，血液快不行了。血液在反向地轨，我怕他人真的没了。大干姐，你有办法玩血液玩不了？真的不反向吗？拜托拜托，不要啊！大干姐，你要问血液啊？哎，300美哎，好多哎，血液。还是你先反向一下，我等等帮你除。真的不反向吗？Q 的，拜托拜托 ，Q 的零 B 零。还是你反向一下，让大干姐玩开心一点。大干姐开心就好，我怕你不开心了。好啦，反向一把啦，好不好？等等帮你补点原石啦，好不好？大干姐这300给你补啦，好不好？这300给你补，不用紧张了吧，雪夜。大干姐这300是为了你抖的，先反向定轨玩一下啦。好啦，先一把，我们看个情况好不好？我们第一把先看个情况，我们先研究一下，先我也有18个月感觉，先帮你看一下。我们先看第一把是不是绿绿的，不过老样子啦，原神就是出金就是运气好了，重点是不能歪啊。哇哦！哇，雪夜，大干姐说的是对的，反向定轨，有料啊！大干姐是预言家哎。哎、欸，哇，我操！我、哦、干，好猛啊！你要继续防下吗，雪夜？我不知道，那就出发啦！我哟，哇，起飞了耶，雪夜！武器池，我好像有点猛。站起来了吗，雪夜？这里反向定轨还能起舞吗？哇，起舞了！这不会是2045年回来的女人啊。哎呦，80抽两把圣贤之药，还有一把绿绿的，冲到底了吧，雪夜，冲到底了啦！未来人，我的超人，反向定轨是不是真实？我记得我上次帮大干姐抽也是一直耍白痴在那反向定轨，然后只要你选啥那只就不会出，就不知道为什么。你的账号反向定轨特别有料哎、欸！你看你抽角色都这么歪了，那这里反向定轨，忍者那个起飞了耶，雪夜。哎、欸，不过下把就一定那个了、欸。哎、欸，还是我这里取消，要不要？这里取消。你差一把满金，你说，而你要知道呢，你差一把满金，可是等等，如果在反向定轨你又抽到怎么办？好了，不要取消订阅了，取消啊！哦，就喜欢你这样，我第一次看到这么板的。我觉得这是一个方法，很怪，这个系统是这样玩的吗？欸、你绿色真的只差一把，对不对？哎、欸，不过我真的觉得这里要反向哎、欸。不过你绿色嘛，我等等去选圣贤之药，你会不会再挖一把绿的？所以不如我们继续反向定轨。我跟你讲，等等的结局怎么样，学姐，我已经看到未来了。我不知道大干姐有没有跟我看到一样的未来。大干姐是七亿女博士，我这边也可以弄一个七亿哎宝树。我看到了未来，你会先出2把圣贤之药，下一把寒岩劫绿刚好毕业，可以吧？你问黑猫要不要取消，他一定会说要取消哦。他说了算哦，那大干姐你说取消，我这里要按哦，我没看过有人按过的哦，我要按哦。好啦，大家开心啦，好不好？取吧，哪次不取的？没错，重新定轨。他妈，看有够惨，哇，出发出发，太狠了太狠了，系统迷茫，我原本的功用是这样的吗？不行啊，雪夜，我们得打破这个尝试啊！有时候抽卡是得打破这个尝试的，跳脱你的思维，跳脱原神就是要定轨才领得出来的思维，把它狠狠的取消。然后你明明要的是圣贤之药，但你却反向定轨选了另外一把绿绿的，结局是什么？目前已经3把了，你有感觉你的人生不一样了吗？你的人生整个不一样起来了，雪夜。那你看看反向定轨的实力。顺便看我们大干姐，未来人就是这么的屌，这才是这个游戏真正的玩法。你今天要怎么阻止系统搞你？一，反向定轨。第二步骤就是在你反向定轨2把，你另外一把要出来的时候，再把它给取消，让系统摸不透你，他已经不知道要给你哪一把了。你要想办法骗过电脑，你已经跳脱你的思维，达到另外一个次元的血液。这个米哈游的这个系统已经被你给破解了，毕竟就是来自2045年大干姐的情报。看这到底是啥笑？
你不要做实况主，去当直销。哎，没有啦，真的啦，啊，事实就证明了我说的是对的嘛。哎呦，哦呦，哦呦，好夸张哦，雪夜，干，这里如果再来一把，是不是就真的是我们成功战胜了 AI？ 我是觉得我已经赢了啦，还是打他个痛快，这里再来一把，可以吗？哎呀，刚刚讲出来被系统侦测到了，这次就别取消了，雪夜，因为你不是要满吗？你四把，一二三四，你都忘记自己有几把了是不是？哎，一阶没有，你负二哎，哇，雪夜你连自己都骗了，其实你还负二哎，哇，我以为你骗过了系统，哇，你骗到在场的所有人啊，那我这里我就不帮你取消了，哈，大哥姐说要取消，大哥姐冷静啊，他差两把、啊，怎么办？预言家跳嘞，梅林说要跳啊，我是摩甘娜，我觉得不要跳。你要信谁？守卫你信谁？黑猫说好啊，看你不信我啊，大哥姐是摩甘娜，他是坏人，我才是梅林，大哥姐是摩甘娜，你叫取消，好人就输了耶。哎，你再想一下，雪月，你是守卫，你再想一下。好啊，你不信我没关系，你不信我好啊，你自己不信我的，好人输了，你自己不信我的，你自己不信我的，你自己不信我的，我取消了，你自己不信我。我是梅林，我是那个有水晶球有能力的人哦。你这样不行啊，雪夜，你这样好人要输了，你这样好人，你看等等就输了啦。哦哦，哎、欸、好哦，你看好人要输了啦。哦，你都不信我，你为什么不相信我？我前面制造这么多已经赢。哎呀，摩甘娜都给你抓到了，大概也是梅林啊。哎呀，雪夜，哎，这个打得好啊！啊，雪夜，你这波操作六啊，六六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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哦，你这波操作玩得好，你这个玩得好，你这个玩得好。哦，你这个厉害，你这个厉害。我的言语能力竟然无法说服你，你玩得太好了，雪夜啊！大概姐才是真梅林。我操，这个反向定轨太神啦！哎，三百内五把反向定轨怎么说？对，让他们哭死了。但因为刚刚有换规则了，所以取消也正常。好哦，270一抽，这个结局可以了吧？哎，270一抽五把真的很扯哎。重点是我他妈还是反向定轨一组啊。好了，各位，今天人类的胜利，反向定轨太神了。那我们这一次的这个精华就到这边结束啦。虽然学习前半段可能是哭的，但不要紧，后半段笑开怀呀、啊！啊，各位不要反向订阅好不好？请继续订阅，别反向订阅，谢谢。YT的观众也记得订阅，不要反向订阅，谢谢。